好了，就带你的侄嫂子了。五一放假了，我嫂子和我们这里的些叔叔娃放学了，回来就到我们种地了，给我回来帮忙种地来了。我给这儿起些那点下玉米和豆角。你瞅瞅，谁一脚到找你进来，你这。姑妈，我给你把放好，我种成豆角，将来两面玉米长出来，自己就爬到架上了，不用打架了。啊，能了。行，没想到女儿还会种地了啊！我小时候跟我妈常种。就聊几点了啊？咱们家还说你后妈去吃饭，今天把人烧的。走，咱们回国给咱们做好吃的走。走，赶紧。今天老板烧着你吗？老。我在我是干活干成的，我一劳多结了，都得那点苦下啊。干活都回来了，家里边还有一些排骨，今天就给做一干锅排骨吃。排骨洗净，凉水下锅过一下水，醋姜、料酒，水开浮沫打了，捞出来再洗一下。洗净的排骨换水再煮。放入葱姜、干辣椒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老抽上一下色，生抽、盐，小火慢慢让往上炖着。再切些配菜，洋芋切片，莲藕切片，洋葱丝儿，蒜苗。排骨也都是来捞出来水分让我干透着，把调料咋取出来，把洋芋和藕片炸一下，炸好了捞出来，排骨也炸一下，炸的表面金黄捞出来，锅里少留一点油，放入花椒、葱姜蒜、干辣椒、豆瓣酱、香辣酱、火锅底料，炒出火油，倒入排骨，炸好的配菜，起红辣子，洋葱、蒜苗、鸡精，好嘞，锅儿。别吃，赶紧喝。今天这好饭，滴这么一壶。哈哈，都做了。别吃，来，嫂子，快吃。嫂子，人五一都往城里边跑了吗？你咋往农村跑了？放假给回来串串嘛。我们农村是想往城里边跑，串串城里边那个市，看看那个景。老家回来娃我们放嘛，放了就回来串了。后妈，你今天把这个排骨可做好了噻，干锅排骨还好吃了啊，连带这块头的菜。我直接干干的，娘上馅的。嗯，嫂子，哪去还有麻辣羊肉了？你把那个麻辣羊肉也去尝去。没去。来，咱们吃。哎呦，胡妈，我吃饱了，还越吃越想吃儿了，还想吃儿的。好好吃，这个越嚼越香啊！今天吃没了。嗯。嫂子，你们都好好这样吃啊！那我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嗯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给我点关注、点个赞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哎。